你的外卖。到了，明白。两年吗？你得去楼下拿一下快递。佳佳，你陪妈聊一下。好。小英，我听陈哲说，你比他大三岁，还是农村的，家里还有弟弟妹妹，又没车没房，什么都没有，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你跟我儿子真的不合适。阿姨，我会努力的。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现在正在努力考证，将来一定会有好成绩的。将来谁等得起啊？我儿子还是重点大学毕业的，你文凭也没他高，这也不配呀。如果你真的爱我儿子，你就应该跟他分手，别连累他跟你一起吃苦。不是阿姨不欢迎你，你走吧。对不起，林主任呢？佳佳，你连着我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吧？难道你不需要给我一个解释吗？解释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现在站在这里不就是一个解释吗？离开你过后，我过得一贫如洗，历年沧桑，你满意了吧？那你为什么当初选择离开我的时候，连句分手都没有？当初你对我说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你说。当你看到我第一眼的时候，你就确定了我是你的永远，会一辈子爱我，一辈子对我不离不弃，这是你都忘了吗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当初你妈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说我是农村的，你是城市的，我们根本就不配。所以你就骗我说要出国两年，对吗？没错，我觉得你妈妈说得很对，我根本配不上你，所以我很自卑。那你告诉我，两年后你为什么没来找我？这两年我以为我可以的，我可以改变自己现有的状态，我每天拼命的工作，白天上班，晚上送外卖，周末做兼职，争取能够得到你妈妈的同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到你的消息，说你事业有成，有很多追求者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你到底是跟我过还是跟我妈过啊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说分开就分开，你听了我的同意了吗？陈俊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但是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。如果我能离开，能够换来你的前程似锦，一切都值得。娇娇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好的。你哭，我陪你哭；你笑，我就陪你笑。你一无所有，我就养你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相信爱情？难道你就不怕后悔吗？我相信的不是爱情。